到家。愚昧女，你玩不起，你就知道赌学霸旁边你。愚昧女，你废了。学霸，我不中意的，打我呀！愚昧女，愚昧女，给我站起来！上办公室等我进去。来，愚昧，你看看这轮考试考几分来？你先看看人陈哲宇考多少分？同桌之间这差距就能这么大？你能不能跟人陈哲宇好好学学？你自己不爱学，你别影响别人学习。我看呢，该给你俩分数了。愚昧女，你怎么了？别跟我说话，老师不让我们教你。你觉得你能影响到我吗？你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陈哲宇，老师叫你去办公室。哲宇啊，你这个学习成绩啊，一直不用老师操心。但是愚昧女最近这个学习状态呀，要不然老师合计啊，给你换个同桌。老师作为班级的一份子，我有义务带领同学进步，并且费曼学习法对我来说很有帮助。在帮助愚昧女的同时，我也是在温故知新。陈哲宇，老师找你师叔换座的事儿吧？要不我做你同桌吧，我保证不打扰你。老师找我师叔数学竞赛的事。老师没跟你说换座的事儿？老师让我监督你学习。又换座了。